最近呢火了一个肉汤泡饭，听说都得排队去吃。今天让我来教会你。首先咱把大米呀头洗两遍，浸泡到一个小时，锅中倒入食用油、米醋，这样做出来的饭呢蓬松暄远，粒粒分明。再准备五花肉，咱们给切成薄薄的厚片，辣椒啊咱用手给它掰碎，不能吃辣的呀咱们放点小米辣，能吃辣的呀你就不用放了。再切点蒜片，起锅烧油，咱们放入五花肉，炒出油脂以后咱们加入青椒，再放入蒜片，再放入咱们小米辣，调味呢咱们放入生抽蚝油，再放入老抽调色，再放入咸鸡精十三香，再放入豆豉，一勺的清水炒至两分钟，咱们勾入薄薄的芡汁，这样式的菜就做好了。米饭做好以后啊，咱们用勺子给它打散，把菜倒入锅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屏幕前的您那么可爱那么漂亮，能不能用你发财的手帮阿豪点个小红心，就是照屏幕杵两下子。阿豪祝您有钱花随便花，青春永驻貌美如花，还有我们迷人的小春花。